哎呀，以老弟之大才，留在省城必当飞黄腾达。可惜啊，随龙飞虎被贬到了这小小的龙城。虎落平阳啊，提起杜甫的诗篇，胡某最欣赏的是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的豪情，那才是男人的励志，军人的追求啊。可是站在山脚下跟站在山顶上看到的风景可不大相同啊。就拿你李副团长和龙团长来说吧。胡县长，你的意思是老子站山脚下，龙飞虎在山顶，对吗？喝酒喝酒，既是饮酒交友，胡某就坦开心扉，无所顾忌了。我听说李副团长在军中的经历和战功可不比龙飞虎少，可却居人之下，胡某替老弟不公啊。胡县长，经历战功有个屁用啊，龙飞虎讲武堂出身，龙主席的学生，我呢我是杂牌。所以啊，他龙飞虎非但站在山顶上一览众山小，却连你这个站在山脚下对他有救命之恩的兄弟都不能宽容，何况我这个小小的县长啊。哎，百无一用是书生啊，胡某在龙城并无根基，眼看着匪祸猖獗，百姓涂炭，我这个县长却回天无力。人生之憾事啊，日后若能有李副团长相助，那将是龙城百姓之福啊。胡县长，我是杂牌，你是个酸儒，咱俩同病相怜。好，既是同病相怜，日后我们兄弟就更应当亲近亲近啊，精诚团结。您慢走啊。哟，贾爷，您怎么来了呀？好些日子没来了，都想死我们了。哎呀，这不来了吗？啊，好气，一会儿找你啊。哟，爷，你好像以前没见过你啊。哎，喝吗？喝。红姐。哟，贾爷，好久不见了。好俊俏的小哥，来，红姐伺候。快，小哥上楼了。好耶。伺候好了。喝啊！行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上去啊！把衣服脱了，上去啊！谁呀？我喝酒。快拿盘！哎呦呦呦呦！来了，出去。酒啊，酒，给我酒，摇酒啊，都得比酒更舒服。哎呀，来，啊，拿酒去，喝酒，这个东西啊，比酒更舒服，抽起来啊，什么烦心事啊都忘了。什么烦恼都没有了，哎，心烦事儿什么都没有了。
好几天了，龙老头子气息有点弱呀，我看是不是真的不行了。大哥，这龙老头子可是胡四郎压在咱山寨的镇山之宝啊，这要是出了什么闪失，不住了，龟儿子，老子跟你谈个条件。什么？你要和我谈条件？说吧。老子的龙寨富可敌国，你知道吗？废话，整个龙城连三岁的娃娃都知道。你要不是匪票，老子绑你干什么？你放他走，老子把藏宝的地方告诉你。行啊，龙振彪，临死了还有这想法啊，挺意外的。龟儿子，好好盘算盘算吧。是啊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我当然要想想。不过我警告你，最好多活几天啊！你要是死了，他也活不了。畜生！童儿，扶我起来。真的打算用龙寨几世的财宝换我出去吗？钱不算什么，你是最重要的。我知道你是个好姑娘，可惜啊，刚进门就陪着我这个糟老头子受了这么大的磨难。我龙振彪不管付出什么，我都舍得。四爷，四爷，胖麻子来了密信，说龙振彪这个老家伙扛不下去了，还说要拿龙寨的宝藏换取夫人方彤的自由，汤麻子不敢做主，就让您做决策。龙老贼，你也有屈服的时候。一把花甲的年纪，作威作福几十年了，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苦啊？龙寨在龙啸山淫威近百年，敛财无数是肯定。龙振彪身为龙寨寨主，知道财富的去向也是肯定的。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这是徒儿逃离水库最好的机会。是啊，四爷，方小姐是金枝玉叶。被困在这个阴暗的山洞里数日，还陪着这个半死不活的糟老头子，真是可怜呀。让唐麻子跟龙老贼成交。哎，
老东西，听好了，老子答应你的条件了。宝藏呢？拿去。好，我现在就带你的夫人去找宝藏。如果你敢骗我的话，他必死无疑。如果找到了宝藏，你的命还是四爷说了算。好吧，夫人。这是商夫的委任状，我通过了审核，正式成为龙城县县长了。你寒窗十年，又突枪七载，你的苦心终于没有白费。是啊，苍天保佑我，吴家的列祖列宗保佑我，我终于如愿以偿了。红儿，我即将走马上任去龙城。为了你的安全，答应我留在省城继续完成你的学业，幸好我在龙城的好消息。可是我不放心你。是这儿吗？应该是这里吧。那咱进去吧。兄弟们，你们几个在外面守着，你们跟我进洞。好啊。好啊，好啊。哎，龙老爷子吃饭了吗？他还没吃呢。怎么没动静？会不会死了？哎，不知道。要不咱们进去看看吧。走。老东西，会不会死了？哎哎哎！
哪有什么宝藏？咱出去吧。你们俩进屋看看去。是。蝙蝠！小狼家子，快走！快走！快走啊！快走！快走！救命啊！老子，这龙老贼竟敢骗咱们！你他娘的还有脸说？要不是你拦着，老子当初就把他给杀了，咱们也不会上当，老子兄弟们也不会死。头老子，你快想想，咱怎么办吧？什么怎么办？回去告诉四爷，咱们上当了，根本没有什么宝藏。老子回去就剁了这龟儿子。哎，别，别呀！我真的没想到，龙振彪居然连我也给骗了。我早就应该想到了，龙老贼不会轻易相信你。但我们不应该怀疑，龙寨上百年来，横征暴敛了许多财宝。我相信。而这些财宝，对我们至关重要。你早说过。如果没有钱的力量，你的复仇就难以为继。钱更是你日后能在龙城站稳脚跟的基础。童儿，你真善解人意。童儿和四郎是一体的。其实，伦振彪的诈术，反倒让我们离成功又近了一步。我想我现在就回龙寨。如果我现在回到龙寨，龙寨的人一定很高兴，也就会更急于想知道龙振彪的下落。我不能再让你面临危险。为了你，为了胡家，更为了我们，童儿在所不惜。别再犹豫了，龙振彪已经对我暗示了逃生的办法，从山涧跳下去，或者利用迷境来摆脱那些监视我的人。我现在逃回龙寨，龙寨的人一定会很高兴，然后我再跟他们说出关押龙振彪的地点，当然这个地点是假的，但是他们会绝对相信我，因为我是龙寨的女主人。再往后，他们一定会倾巢出动，去营救龙振彪。到那个时候，也就是你一举歼灭飞龙队的最好时机。只是，我又把你送进虎口了，我欠你的太多了。对龙振彪的复仇，是我们对爹临终前的承诺。这是童儿的责任，你不用再自责了。
夫人。夫人。大哥。大哥。龙振彪跑了。什么？龙振彪跑了。彪跑了，龙振彪跑了，四爷的计划就败了，你知道吗？老子付出全都白费了。大哥，兄弟知错了。错管个屁用啊！啊，你知道吗？龙振彪要是跑回去了，联系各个山寨，到那个时候再加上龙飞虎，我老娘的仇怎么报？我全家仇怎么报？大哥，你说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通知各个兄弟，不惜任何代价，全山搜捕龙振彪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爷，你累了吧？我给你捶捶腿。哼！老爷很智慧，让土匪们上了当。我没有辜负老爷，从西风洞的深涧跳了下去。摆脱了土匪，爹真厉害。我们龙寨当然有财宝，可怎么会在八竿子打不着的西风洞？要藏也藏在我们龙寨里。那你还记得他们关押爹的地方在哪儿吗？我和老爷被关在一个山洞里边。我听外边守卫的土匪闲聊的时候说，那个地方好像叫吊尸崖。吊尸崖。在下面，快追！你们两个去那边，你们两个跟我走，你们两个去那边。蓝姨，飞虎，蓝姨啊，是不是皮小找到了？嗯，找到了。
兰姨果然是信守承诺呀。你也别高兴太早，人是找到了，不过是尸体。走吧，上去看看吧。怎么样？说好三天无丝毫耽误。我的人是在一个偏僻的石崖下发现他的尸体。这家伙是被一刀毙命的，看来使刀的人一定是个高手。杀人灭口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收买他的酬金。看来这个皮虾是被人收买了，而收买他的那个人才是幕后真正元凶。胡县长，请上座。哎，胡某怎敢托大呀？跟大当家请。啊。哎呀。我官宣大当家的山寨，好一派古巨龙盘的气象。胡县长，严重了。胡县长来龙城时日不多，恐怕还不了解这方圆百里的龙啸山哪头沉吧。古巨龙盘之气势，说的不是宣寨，而是龙寨。刚才胡县长一句戏言，若是落在龙振彪老龙头的耳朵眼里，我这小小的宣寨可是吃罪不起，还会给我惹来无穷无尽的麻烦。因为我知道龙振彪翻脸不认人。宣大当家，吴某绝非戏言，依我看，龙啸山各路豪强当中未必个个对龙寨龙振彪俯首称臣，恭恭敬敬。宣大当家以为呢？愿听其详。此一时彼一时，龙振彪落在了汤麻子的手里，必死。龙寨气数已尽，偌大的龙啸山，各路豪强当中的领军人物也必当有人要取而代之。胡县长今天来，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？啊！当今的龙啸山，实力最为强大的，无非是花背蛇、蓝凤凰和你宣大当家。花背蛇的独子花金堂，被龙飞虎打死了。花家落得个后继无人的窘境，蓝凤凰女流之辈，不足为虑。龙啸山如果真要产生新的领军人物，非你宣大当家的莫属。对我这个县长来说，要想保一方安定，必须有地方豪强的鼎力相从。以胡某和宣大当家的交情，胡某必当鼎力相助，让你成为龙啸山新的领军人物，执龙啸山之牛耳。胡县长一番话，使宣某人受宠若惊啊！如果胡县长的诺言能够兑现，我拐角老七当然愿意为胡县长效犬马之力。现在我就有一条可以使胡县长感兴趣的消息，愿意听吗？谁不知道宣大当家的是龙啸山的顺风耳啊？请讲。好，蓝凤凰举全寨之力，连续三天深挖三尺，愣是刨出了一个已经失踪了的小喽啰的尸体。此人名叫皮虾。我这么想啊，蓝凤凰下这番功夫，应该是为了龙飞虎。
五。这皮虾把我引向大蚂蚱，大蚂蚱又被花背蛇的人灭口，这其中大有文章啊。可据我所知，花家和青崖岭素无恩怨，花背蛇为什么要杀大蚂蚱灭了青崖岭？是有人在捣鬼，想嫁祸花家，利用青崖岭血案来制造我跟花背蛇之间的矛盾。意在分化龙家在龙啸山经营了几十年的山寨联盟。看来这个幕后指使者还真是不简单呢，为了搞倒你们龙家，真是煞费了一番苦心。那这幕后指使者究竟会是谁呢？胡县长，手下用人不力呀。皮虾可以失踪，但是他的尸体怎么就偏偏落在蓝凤凰的手里呢？这蓝凤凰和龙飞虎可都不是省油的灯，我就不信他们能够看不出这背后的道道来。四爷，四爷，龙振彪逃跑了。袁大当家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瞒你，龙振彪跑了。啊，跑了！你袁大当家要想登顶龙啸山，唯一的选择就是听胡某调遣。我听你的调遣？你想干什么？我让你即刻出兵，赶往龙寨，以帮助龙寨搭救龙振彪为由，把龙家兄妹及飞龙队引往吊石崖，和我的人马里应外合夹击飞龙队，务必使其全军覆没。龙老贼没了飞龙队，就是光杆司令，孤斩难明。就算回到龙寨，我们有何惧怕？袁大当家，事不宜迟。如果让龙振彪在你之前赶回了龙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要真想执掌龙啸山，唯有助胡某一臂之力。干！行了，别想了，我来给你个答案吧。前辈，请讲。狗屁前辈啊！哎，你龙飞虎是不是诚心把我蓝凤凰给你扯得越远越好？你就不怕把我叫老了？你再前辈前辈的，老娘我不说了。蓝寨主，请讲。我认为这个幕后指使者就是胡四郎。胡四郎，对，胡四郎是龙城县长，踌躇满志。你龙飞虎是保安团团长，年轻气盛。虽然是一文一武各司其职，可你别忘了，一山容不得二虎。那这么说，绑架龙振彪也算是胡四郎的全盘计划之一了。应该算是吧。你跟龙振彪是父子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要想搞垮你，当然要先搞垮龙寨龙振彪。如此说来，徐福山一家就是他胡四郎杀的，很有可能。都督，立刻回保安团，集合警卫排，封锁县府。是。传吧呀，传吧。你做事怎能如此草率？让龙飞虎找到了线索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
他马上就会登门。我让龙振彪在拐角老七之前逃回龙寨，那咱们将死无葬身之地。四爷，四爷，趁现在还来得及，我们逃吧。逃啊！往哪里逃？我胡家为了龙城付出了多少心血？龙城必须是我胡家的。胡四郎就是死，也不能让龙城再回到龙家手里。更不能授予龙飞虎我胡四郎畏罪潜逃的把柄。四爷，您这是？等他来，破釜沉舟。四爷，四爷，您这是要以身殉职啊！四爷，我贾三元跟随您一辈子，就这么横尸在龙城了，四爷。我什么丧？还没到你嚎丧的地步。你速去办三件事：第一，收网。啊？收网？收李信的网，在龙飞虎的软肋上先插上一刀。四爷。信偷抽大烟，军队里这是大事儿。龙飞虎进言，看他怎么办。滚开！李兄，怎么是你呀？李二，我速去找唐麻子，告诉他，拐角老七会和他里应外合，让他在吊石崖务必把龙飞豹。飞龙队逼上绝境，拐角老七啊，已经是我们的人了。一会儿飞龙队来，你们打起来，他会里应外合，全权帮助我们。您这是让龙飞虎首尾不能相顾啊！办完这两件事情，去找陆征明。为了他在龙啸山的利益，要密切注意事态发展。一旦情况有变，必须反客为主，让张生发带他的部下提前哗变，反客一击。巨浪，好男儿